乘二，差不多30多了。这里啊，十九，OK。三十多。嗯。就是讲严重好吧？嗯，会严重的。之前 SV 是29啦。29，它会慢它越来越高时候啊，你看呢？我们很容易看它所的是什么，它很像你的手啊，你的 elbow， 看看这里啊，这个是你的腰，离开这里有3个手指到4个手指的，3-4个手指，你看我的腰在这里，这里在这里，五个啊，很远的，是5个手指。哈、啊，你看妹妹呢，这个是她的腰啊，你看，平线的，就是如果一平线呢，就是我们看前面看到的，这个 elbow 跟她的腰同位置，就是她身比较短。在后边转得很厉害，所以等一下弄了舒服很多呢，一边要做运动的 ，OK？ 嗯，要做 monkey bar stretching 啊，嗯，所谓是遗传，遗传也是会。这样子讲我们不知道啦。嗯，有遗传的，很像对，也是。啊，遗传。遗传，就是 good 的位置也是遗传，很像所谓是有可能我没有啊。啊，我的阿姨啊，姐姐啊，不过我的弟弟也有的，没问题。第二是，第二呢就是 lifestyle 不 lifestyle 不好。第三呢就是吃，喜欢一下过了10岁啊，喜欢吃酸的东西比较多啊，他的 structure 不够力啊，就是会转。会有影响啊。嗯哼，转一下啊。啊，头弯曲变了。哦。嗯，但这里看到。他出生的时候是生出来哦，夹出来了。我知道。嗯。自然生的。哦，这里痛痛哦，你看这里痛了，你看我按这里还好，这个比较痛，有头痛了你，没有头痛了，哎呦，小心啊，你看这个颈不好啊，主位啊，我小小的按一点，这里痛痛了，这个小小的按这里还好。这个比较严重，这个严重会影响到这个手啊，上啊，你看在这里有点卡住了，这里有点卡住，来到这里还好，啊，最重要是看这个呢，这个 stop， 因为我的裤子啊，你看，因为我的裤子比较有点困难的，你看弯了，但转过来这里也是卡住，看你的左手啊，这个上，这边好一点，这边好一点，这里。转过来变我的裤子啊，这个圆圆的我很容易变哦，衣服也可以，我的这里也可以，这里可以，就是你这个手啊不太好，来到这里有点卡住了，哎呦不舒服了。我看你的头啊，这个头上，哇这里很硬哦，你看偏上的这个头啊，可以看眼睛是看上边的，你的看到这里卡住了，哎呀不舒服了，这里也是，哎呀不舒服了。这里也是，哎呀，这里硬硬哦，所以你的美轮骨呢，它歪了啊，所以卡到你的颈椎不舒服了，所以影响到这里了。好，等一下舒服很多 ，OK。声音哦，啊，调整你的颈椎啊，上下左右看这里哦，哇，很大声，吓到你哦，还有一边呢，哇，听到哦，等一下舒服很多的，大耳朵，大耳朵。他冷啊，哦啊，冷冷哦。这个手放在这里了。嗯，对了，泡泡。嗯啊，特别，把手放后面，手指串手指啊，很好。睡在我的脚一下，不怕，很好吧？这里呢？
刚才那个扣啊，现在一定要给它滚松跟调整回去。好，现在我按去左边，右边很好，松了很多。你看这个手上，啊，最重要是这里啊，轻松了啦，轻松很多，松了，这个一松，看你的颈啊，三一二开眼睛，现在你的眼睛可以看到90度了，就是这里平线了啦，这个平线就是它颈椎的骨，对了，转去左边，哇，差不多到耳朵。再来这里，轻松很多了哦，就是一定要给它平线，如果不平线，反正会影响到手麻痹啊、头痛啊、眼睛蒙啊、呼吸辛苦啊、胃不好啊，好，现在让你站起来一下，在那边啊，好，这个是盆位啊，那盆位呢，你的有一点高低的哦。高低呢，就是为什么会变到这么厉害，就是你的盆位一个高低跟去前边的，所以不平了，那个转很难转过来。看这里呢，那我按在前边这里，那这个是前边的高低，这个是中间，中间我按在左边呢还好，按去右边呢不舒服的感觉了，这里痛了，我按后边呢，这里不舒服，按这里，哎呀，这里痛痛了，所以你的盆呢不是平，越高低就是。这个了，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们可能不是直上，就是你的问题是现在很累了，所以这里可以转了，现在要调回去，过来一点点，等一下你感觉舒服很多了，再试到一次啊，这个是前面来的，前面还好哦，这个是中间，中间不舒服了。跟后边，后边也不舒服了 ，OK？ 牙齿放在耳朵，对，很好。哇，听它咳咳咳咳 ，OK？ 那个咳咳咳呢，就是调整中间啊。好，现在你看，刚才去前边，这个是这个骨头两个是前边，大发力按咦中间，后边咦感觉有点。轻松很多了哦，等一下还舒服，再让你趴下去 ，OK 吗？还可以哦，会痛吗？还可以了哈，等一下舒服很多了，就是变形啊，整条啊，它是这里一个高低转去一边了，所以在这里转咯，转到来这里，转了，就是会影响到中间跟上边，你的下边还好，弄到上边太厉害了。看这里，这里，你看这里有一点高低的，我，这个三，我，这里看一不平的，一拱哦，你看一放来这里啊，我的手可以进去的，进去在这里的，看这个。这个一点点，那个比较严重的，懂，这个呢会有会，不用，是啊，就是这个全部是在这里影响的，放上来，松啊！推下去先。哎呦！很大声哦！吓到你了，很像按穿了哦，不是啊？我们做也是这样的吗？可以的。不是，也是这样的，调法啦。是不是？
这个他这个 scoliosis 刚才这里很大声，我怕你这样突然的感觉不是，就是跟你推平先呢、啊。很大声，我就是这里走位了，就过就过就过松了啦。没有发现，等一下你穿那个游泳衣，什么为什么换这么厉害的时候发现？我们发现很用。是，他抓住我，看到后面。一个高，一个低了。那时候已经是20公里了。几岁的时候？去年吧。哦，今年可以。去年。哦，去年12岁，应该变形是在10岁的时候，10岁到18岁，有时候8岁的，经常是差不多10岁到12岁哦。10岁到18岁，过了18岁了，他不会再转得很厉害了。顶了，就是现在他13岁了。啊，那个几年最重要，12岁到16、17岁最重要的。他是高中级噻。哦，因为他飙高嘛，现在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呦，这个手跟这个手。折起来，啊，这个比较轻，这个比较硬，很紧，感觉到这里轻松了，这里折紧了，这个平线这里有点卡住，放一下啊，心术很重，我我要你旁边睡啊，侧睡，很好，向左，向我先，向我这里啊，很好，进来一点点啊，这个脚趾，这个脚弯弯，对，很好，这个手放在这里，还有这个手放在这里啊，调整回去。最重要啊！哇 ，OK 了，另外一边啊，很好，一样，这个脚趾，这个脚弯弯的，还有这个两个手放在左右啊，这个放在里边，这个不同，这个最重要啊！啊，哇，很大声哦，好，痛吗？不会啦，听到声音，哔哔哔啵啵，吓到你一下哦。OK， 现在我们看上边了。就是我们的不蹲蹲位很重要的，就是妹妹的这个高很厉害，要去转去里边了。现在给她平了很多了，刚才听到“哐”一声很大声，就是平了。现在给她高低要一样了。
现在看一下你的位置，有痛吗？还好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这里呢？没事，没事。OK， good。你看这个脚腕收起来，这里收起来到你的胸口，怎样看是 OK 的？这个脚趾按，第三，来到这里变到一二三，可以变到床了。OK， very good。看你的左脚啊，硬不生活硬？你看这里还有四个手指，像在哪里不舒服，在这里咯。你看这里按了，感觉到不舒服的。还有第二，这里太阳，那就完，这里跟这里咯。你看这个脚，弯弯，呦呦，可以收起来哟、哦，可以到你的胸口。跟这里看没问题的，就是现在要就是这个头表要给它靠一平线，所以这个不平线呢，影响到弯得很厉害啊。要来到这里，搭住的，看还有只有四五个手指，下不完了，跟这里也是下不完了，痛哦。等一下没有了了，那冲冲啊，妹妹。啊，对了啦，泡泡，很好。还有一边呢，放松松了也是。哇，哇，听到哦，哇，哔哒哔哒哔。刚才那时候听到，哐哐，全部声音在哪里？在这里的，这个很重要的哈。啊，现在没有用。你看这个脚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第二次弯，感觉到咦，这里没有东西卡住你咯，舒服了。刚才开诊的是很辛苦，现在舒服很多，这里没有卡住，这里没有卡住了，轻松很多，再给它漂亮一点了，对，啊，对了。这里呢，双五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够了。OK， 现在这个平进来一点了，很容易知道的。现在越来越轻松了，你看，会可以收起来，可以开，这个也是可以收起来，也是可以开，舒服很多了。啊，这个是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差不多完成了。OK， 现在给他美容骨，给他送，叫你的屁股上来呀、啊，对，对了。对，扶起来呀、啊，放松松，睡下去呀、啊。这个是呢，就是美容骨。给它缩回去，有那个弹性。如果一弹性呢，再教你一点运动呢，就感觉舒服很多了。呼吸下很好，第二次呼吸下很好，第三次呼吸下很好。在那里看，感觉到哦，整条美容骨会动来动去，很好。这里呀，一下很快的速度啊！哇，听到哦，啪啪，很多声音哦，还有一点点而已啊！啊，对了，听到咕咕咕，咕咕咕咕，最重要的是这里，咕一个转，啊，转回去，你看，吓到你一下哦，天啊，等一下舒服很多了。好，刚才这里咕咕咕，
这里也是扣扣，紧有点不舒服了，因为大外你要一下给它折嘛，你算一下，还有一个声音最大是在这里，扣转过来，所以转过来呢，这个脚越来越轻松了，这里没有看不了了。嗯 ，very good， 我现在坐下来呀，下来边。对，对，嗯，对，嗯，很好，啊，可以上到90度左右，很先了，好，站起来一下啦，啊，再 double check， 刚才几度，现在几度了，好，现在开脚向妈咪那边。等一下合起来下去，这里到这里，发重了，刚才二十多，等一下，滴滴滴滴滴滴，这里，差不多，很多了，刚才，是啊。一般吗？现在就在12吧。那这个是小一，啊，小一差距。26。我就不这么高了。舒服很多了，全部的位置是在他的臀位，那为什么一下扣哇少了很多啊？就很像比较很松了很多，就是他这里一个高低高低上下不影响他臀位平衡的，现在这个一平线，那这里扣一下会跌下去的。好，还有现在好可以了，哇进步很多了，是啊，还有如果不管他改善你的这里啊排骨啊，这里拱拱出来的，在哪里这里再拱出来。就是他所的是塞子的药，等一下这个要叫你做 stretching 往地方，哎，有帮助的。现在要小心，不要很硬扎啊，不要长短脚扎。等一下呢，不要拿书包一边，要两边的。等一下坐看戏的时候啊，坐在沙发，不要坐在左边，不要坐在右边，坐在中间。啊，还有呢，在学校啊，读书的时候手不要放去左边，不放去右边，要中间很要我放两个手一起来，是还有做 monkey bar 一点，还有做 stretching 很多，还有做 stretching 手给拿两个 shoulder blade 啦，给它合回去，怎样合？怎样合回去？压回去它中间的骨给它也平些。是啊，它就是有一点很要，现在这个弄了啊。要给他引在那什么事，被他的骨头一走了啊，他肌肉一个大一个小，现在 reset 了 reprogram， 这个两个星期很重要的，给他 reprogram 他的肌肉，如果不是改，这他的肌肉一个大一个小，他不会的。现在送了，要给他肌肉 reset。师傅有一些可以跟他，好像打一个还是什么？哦，以前有做那个衣服嘛。那个brace plastic brace 放在腰的有哦，医生有帮助他的，还有他的两个手习惯，你要放去后边先，这个开，好起，啊，很难做朋友多了，好，等一下，比利会教你运动，会弄一点点，哦，我可以啊，好，挺干净，也是有一点。是哦，我都发觉了。哦，来这里，哎呦，痛痛哦！哎呦，这里不舒服吗？哇，听到biu biu，哎呦biu biu，这里。哇，这个等下不要吃到。biu biu，我是养的话可以直接。那多。biu biu，整箱回去啊！只是回去听教了，等一下，
我们早上到了，哎呀，等下晚上要回去了。哎呦，嗯，哦，哦，这个小孩子，两个，两个，这个第二个，第二，大的没问题哦。没有。嗯。哦。哦。啊，对了，我现在看回去啊，三种。送很多，送很多，就是这个也是有点不友善。给我们用手力一边。用手做什么工作？做包。啊？做包。做包啊！哦，有很多这里。做包点啊，没错。有没有人做手工包吗？手工包啊！哎呦，弄得人家这边包包我这里。可以进不要喝冷水。职业伤害啊。是啊，很多是啊，赖骚跟你啊。我以前我做美容，这手有伤过啦。这条绳子是不是到这边不痛？颈椎。颈椎病。颈椎没想到。因为有年纪了。刚才弄了送很多。送很多。现在要你要看。嗯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妹妹，我们拍照先。不一样，做纪念。哦。没感冒，来，踩个铃。OK。滴滴滴滴滴滴滴。OK 吗？很好。啊。